家人们下午好哈。下午跟家人们来分享一件这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手把件哈。国石精品，寿山石名家哈。林飞老师的这个裸女哈，是我们这个寿山石界哈，大家所熟知的一个作品哈。因为林飞老师哈非常擅长来雕这个裸女哈。那因为林飞老师是一个学院派的一个大师啊。那他的很多作品在整个创作的过程当中哈，都带有这种学院派的这种艺术气息哈，艺术气息。那么我们这个石子哈，哇，这个石头是非常漂亮哈，是我们寿山石名石当中的一款这个李红善博啦啊，李红善博洞的一款这个品种品种石啊。整体的这个手感哈，非常润泽哈，非常润泽，尤其这个身材比例哈，身材比例非常好哈，也整个作品非常丰满哈，整个作品莹润丰满的这种手感哈，相信会受到市场收藏跟玩家的这个喜爱哈。那价格方面哈，我们给到家人们非常实惠哈，非常实惠的一个价格啊。家人们有喜欢的话哈，可以来跟我们接洽啊，可以来跟我们接洽哈。那就先为家人们介绍到这里哈。感谢家人们的支持与欣赏哈。谢谢大家。